1970年代，美国有一位民谣歌手，他唱好了这首歌。那这个歌是以前我在民歌西餐厅时代啊，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，很喜欢唱的一首情歌。那这个歌其实非常非常简单，而且非常非常的甜美。他讲什么？他说，人在碰到了爱以后，跟没有爱的差别在哪里？对，有爱就没有障碍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，因为我在90年代大量的接制作，然后也出过2张个人演唱专辑，然后忙到一个阶段，差不多在2002年的时候，发觉生命好像了无新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发觉从小我喜欢音乐，爱唱歌。那虽然我没有进过正统的音乐班训练，可是呢，我发觉我做音乐的时候，我投入这个 echo 还是太大了，谢谢，对不起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就发觉，其实我在不是目前，我在幕后的成绩是非常的，自己认为是很丰富了。虽然我不是什么大牌人物哈，但是在幕后行走是不需要名片。可是我发觉有一天很奇怪，我从小所爱的音乐居然没有办法安慰我，居然没有办法在生命里面给我相当的保护，我开始崩溃。没有任何感情可以安慰我。到后来我就发觉我走进了教会生活里面，我开始过正常的教会生活，我从弟兄姊妹中间得到很多很多的爱，而且跟主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从来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当我在世界流浪以后回到神的家中，我向主做了一个祷告。那一天很奇怪，从晚上6点到半夜12点，我没有吃过任何一点东西，我没有喝过任何一滴水。我在主面前忏悔祷告，那个我的眼泪，我觉得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淹没。我从那一刻开始，我感受到有一种爱是超越一切的爱，它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安慰，连我的家、我的朋友都没有办法给我那样子的一种拥抱的感觉。所以我今天要带来这首歌，我深爱你，我也知道你深爱我。这就是他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爱的对象，然后这个爱是有来往的，是有流通的，而不是只是一方付出另一方收不到，或者是他对我很爱我感受不到。不，这种爱是非常的温暖，非常的饱和。 And I love you so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黄卓颖弟兄。